天王周董周杰伦12月上旬将在台北大巨蛋开唱，也是台北大巨蛋首位举办个人演唱会的歌手，歌迷喜出望外。而他今天终于曝光演唱会的时间，10月5号到12月8号，一连4场在台北大巨蛋隆重登场，门票则是在10月23号中午12点开卖。而稍早详细票价也公布了，从1880元到6880元不等。而这套演唱会已经巡回世界各大城市高达75场，主办方也曝光舞台视觉效果，并因应大巨蛋全新场地不断调整，舞台的架设将会是演唱会巡回以来最巨大。